豪雨过后放眼所及，满目疮痍，新北万里灾情惨重，土石流冲进这户民宅，压垮铁皮屋，巨大石块连同树木崩落，景象惊人。现在来到的是在万里的圆潭路，在这个地方您可以看到的是这座民宅后面是一处山壁，那因为昨天这个豪雨太大的关系，所以导致这个山壁土石崩落，屋外已经够惨，走进室内一瞧，这还是家吗？地上满厚的泥沙，一脚踩下。 立刻深陷，更崩溃的是山泉水还在不断持续，大量灌进。那个水是那个山水流进来的，就好像瀑布一样的声音，对吧？一直出来啊，整个房子三分之一都被压。对啊，整个房子几乎毁了，更令屋主难过的是，连家里养的小狗都来不及逃过一劫。这几人都没有这么惨过啊，这一次。 那个雨水下太大，狗狗实在那个上面没有被压到，灾损还没估计。家里电器全泡水报废，直呼真的损失惨重。尤其民宅瞬间被黄泥水淹没，至今桌椅都还卡在泥堆，光是要清理就大伤脑筋。他说应该会先派那个小山猫来先清外面的啦，应该是想办法给他改道了。 不要再流进屋里啊！民宅泡水状况严重，民众只能自救，用木板阻止屋内淹水，面积加剧。从整修到清洁，恐怕还需要好长一段时间。三立新闻柯佩萱、高冠轩、简学会万里采访报道。